今天来到名花之旅的时间已经是6:45，那现在已经快7:30了。这边是怎么讲？人非常多，多到爆，所以都没有餐厅可以吃饭。那我们就是这个门票含消费的啊，就是随便买。他们真的很贼，用这个方法。中国料理啊，看到了，中国料理桃鲜，应该也是要等很久了。